是北京来的一位同修，他问了四个问题，第一个，读诵无量寿经时，应不应该念分章标题？分章标题是会记的人加进去的，可以不念，但是如果念呢也没有关系，念呢会对你自己对于全经经文段落层次有更深刻的明了，譬如提起某一段经文，你就知道这是在第几章第几品，这个也有好处，你不念呢也没关系，可以念可以不念。第二，这是皈依之后原来的皮蛙羽绒腹等应作如何处理，家人吃剩下的肉菜，佛弟子是吃了还是倒掉？皈依之后，这些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个小朋友的玩具，甚至于羽绒的，皮革的都可以用，这是在没有皈依之前你所制作的。那么佛家不摄众生肉，不穿皮衣羽毛衣，这是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实在讲呢，这些也是形式。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爱心的对待一切众生，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应当晓得实质，形式方面无非是做给别人看的，做给别人看的目的何在呢？提倡爱心，提倡慈悲心而已，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至于这个家里人吃剩下来的这些肉菜，如果你吃长素，剩下来的可以布施跟其他动物，布施给这个鸟兽，他们都可以吃，可以布施给他们。第三个问题，他北京居士李文秀有一个问题，他上次没有机会问，这一次又托我代问。他在念佛时经常感到前后心发热，而且有时热得很厉害，这种现象是好还是不好？应该怎么办？念佛、参禅、修行用功的时候，有一些境界现前，
世尊在《楞严经》上教我们一个原则啊，教个到我们呢，不要去理会它，把我们的精神、意志集中在念佛上。你这是讲念佛的功夫，心里面呢，除了有佛号之外，其他的都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理会它，这个境界慢慢就消失了，就恢复正常。啊，千万不要被境界干扰了你的功夫，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啊，只要不予理会，就没有事情。啊，这个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的总原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不理会呀，这个境界慢慢的会消失了。后面一个问题，他是我一个朋友啊，托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亲戚的儿子，从小就很聪明啊，几天不听课，考试成绩啊仍然很好啊，但是十年前有一次和老师发生一点矛盾，心情不好，晚上就出去走，说半夜而归，第二天呢精神就不正常啊，经常打他的妈妈，有时要拿刀砍他妈妈，并且说啊，不是我要打你，是有人让我打你啊，我的病你花多少钱都治不好，一定要病17年，他的父母已经被他搞得精疲力尽了，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帮助他。这个现象不是普通的病啊，众生的病，我们过去在讲席也跟诸位做了几次报告。总的说呢，不外三大类。这个第一类就生理的病啊，我们饮食不小心。古人常讲的病从口入啊，那么伤风感冒啊，都是属于生理上的毛病，这个医生可以治疗啊，医药啊能帮助。这个第二种啊，鬼神附身啊，它不是属于生理的病，所以医药没有效果。他这一类呀，就是说鬼神附身，冤亲债主啊。那么这种事情，像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他害的人面疮，是冤家债主找在身上来的啊，那个医药没有效果的啊，最好呢要调节啊，调节对方要接受了，他就离开了，病就好了。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我们看到的例子很多啊，请这些法师大德了给他调解啊，自己诚心诚意给他谈调解啊，
希望呢，就是过去生中纵然有一些过节啊，事情做错了啊，希望和解，不要冤冤相报。这个冤冤相报，这是没完没了的啊，彼此之间生生世世都招来了痛苦。那么调节的方法，像悟达果斯，他是遇到迦诺迦尊者，这是大阿罗汉为他说法，超度他了。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修行正果得道的人少了，我们到哪里去找？我们虽然找不到这些人，可是在道理上我们能够明了。可以跟对方谈条件，我们断恶修善，以这些功德回向给他。大多数都能够接受。如果我们有财力，比如像印经、布施，这都是好事情。专门为他去做。如果没有这个财力，我们诵经，跟他谈条件，譬如我们诵大乘经典，我们诵100部，我们诵1000部，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往往也能接受。只要我们至诚恭敬地去做。诚则灵，真诚心呢，能够跟鬼神起感应道教的作用，我相信呢，大多数都能够接受的，要用调节的方法。这个第三种病呢，既不是生理，又不是鬼神附身，叫业障病，这个病最麻烦。医药没用处，这个超度调节也没用处，可是还是能治。佛给我们说的至心忏悔，真诚心悔过，断恶修善，改过自新，业障病也可以能够恢复。所以一切病痛啊，没有不能治的，要懂得方法，要了解这个疾病的根源，那么他这个地方讲的，他这个病呢，一定要折磨他17年，那么由这个看呢，他们这个过去这个怨恨呢，并不是很深。大概过去你折磨他多少年，他今这一生当中他来报复。所以我相信这个可以调节的。这位同学问的王善人说法这一套书，我们念佛人是否可以参加印？王善人是不是东北的是万国道德会的，是不是好像是道德会的这个王善人他的东西过去我也看过这是劝善的书
那复印也可以了，这是劝导世间人修善。这一位同修问的两个问题，这弟子曾听一位法师在录音带中说，大乘起心论的要害是争妄合合。大乘起心论是马明菩萨所造，一直为全世界历代祖师大乘行者视为宝典，他此批评是否不当？我们对一些人的批评呢，最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没有事了。他批评的恰当不恰当，与我们修学都没有关系。关键呢，我们自己对于大乘经论呢有没有信心？你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很好，这一部论点，历代祖师大德都非常重视。我们看许许多多祖师大德的著作，引用这一部论点上的文字很多。由此可知，他得到历代祖师大德们的认同，这就是决定没有错。我们应当信受奉行，这样就好。第二，这位法师有一次说，说禅的录音带中，忽然呢是机锋一转，说到底是哪一位祖师说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他说不变怎么能够随缘？祖师怎么会说这么没有开悟的话，以致后人都照样学着说了。这弟子在学《弥陀经疏钞演义》时，见莲池大师及一些大德也常常说过这句话。到底是祖师不开悟，还是法师供高我们？这一句话了，不但是祖师说的，佛菩萨也常说。那么我过去在讲经里头呢，把这两句话我又加了两句，我说了四句。古人只讲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又加了两句，随缘随着变，不变不随缘，我说了四句。这四句是四个不同的境界。不变随缘呢是佛的境界。你看佛教化一切众生，在十法界里面实现，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他能够应机
说法随类现身，它不变啊，这是不变随缘的啊。而随缘不变呢，是菩萨。菩萨在随缘当中学不变。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不变随缘是佛，随缘不变是菩萨。不变不随缘是二乘。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是不变不随缘，不度众生。凡夫是随缘随着变。那你们想想我有没有说错呢？四个不同的境界。那我也没开悟啊，所以说这个话了，与开悟不开悟没关系啊，不要去执着这些啊，知道这是四个不同的境界。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要在随缘里头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要随缘啊，随缘里面学不变啊，学什么不变呢？真诚心不变，清净心不变，平等心不变啊，觉悟心不变，慈悲心不变，学这个啊，顺境里头不变，逆境里头还是不变啊，这叫真正会用功啊。这位同学问的啊，他说：“请你慈悲开示，怎样才能尽快见到实相？见到了，是否就可以了生脱死？”见到实相啊，不但可以了生脱死，在《华严经》里面讲啊，你是化身菩萨了。你已经超过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实相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心性啊，见到实相就是明心见性啊，在教下里面呢叫大开圆解，在我们净土宗里面叫理业心不乱啊，这个各个宗派里面讲的名词不一样的，是同样的境界，是一桩事情，这个要知道啊。那么你要问呢，怎样才能尽快见到啊？好，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大慈大悲呀，教给我们一个很妙的方法，老实念佛啊。果然老实念佛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实相。如果不用这个法门呢，的确相当困难啊。为什么呢？你看，你要断见思烦恼啊，断见思烦恼，你才能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再进一步啊，断尘沙烦恼。啊，超越四圣法界。再破一瓶无明，你才见实相。很不容易啊。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根性
能在一生当中做得到的。所以诸佛如来如果没有这个念佛待业往生这个法门，可以说末法时期亿万人修行恐怕一个都不能成就，这是老实话。不相信呢，你自己可以试试看，你看看见思烦恼，你去断断看能不能断得掉，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真难。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打佛七的时候早晚功课是否照常做。打佛七呢，一定要依照念佛堂的规矩，跟大众完全一样，依众靠众，自己平常做的功课放下，完全遵守这个佛七的仪规，这样就好。对自己对道场都有利益，绝不扰乱道场。这位同学问的，他说听经呢，经常听到要一念不生，但是又有的说要观想净土才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不知应该怎样才对。这个问题都对也都不对怎么说都对呢？与自己根性相应就对，与自己根性相应就不对所以这些方法有的人做它很有效果，有的人做没有效果这个就是根性不相同大致上从这个总的原则上讲，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常常有两种状况出现，一个呢昏沉听经也好念佛也好那直进就更不必说了，打瞌睡这叫昏沉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呢跟这个恰恰相反，妄念很多不用功的时候好像还不觉得，越是想用功和妄念越多，这在佛法叫调举，妄念多。那么这两种方法就是对治的。如果妄念多呢，就用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修定来对付妄念的。如果是昏沉呢，那就用观念佛加上观想去对付昏沉，这是治病的方法所以要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毛病，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治。如果这两种毛病都轻，那你就不需要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很好那么注意调身就行这个念佛是以精行为主
念佛堂也要懂得这些方法。啊，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德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吉祥云比丘，他是一个修念佛法门的。啊，那么他念佛的方法偏重在经行。啊，所以是以绕佛为主。如果绕的时间久了累了，累了可以坐下来，我们叫止静。绕佛的时候出声念佛，止静的时候不出声，可以念也可以不念。如果不念呢，听听这个绕佛的同学念佛的音声，注意听，这样好，都能够摄心。如果坐久了，起来活动活动的时候，拜佛好。拜个十几拜，拜个几十拜。保持着心不散乱，这非常重要。心静则佛土静。这个念佛往生最重要的条件是清净心。这位同修他问的，他说我学佛四年了，原来也念观音菩萨，也念阿弥陀佛，但一念观音名号呢，就少一些障碍。若是去念阿弥陀佛名号，不念观音呢，我就有障碍，和妄想就连起来，止都止不住，我应该怎么办？你跟观音菩萨有缘，你就老老实实念观世音菩萨就好。念观世音菩萨求生净土，这样就好。那么你可以再试验试验，你念弥陀经看有没有障碍。如果念弥陀经没有障碍，你可以念弥陀经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用这个方法来修行。如果念弥陀经呢也会有障碍啊，那你念观世音菩萨经。观音菩萨有三经，你可以选一种。这个三经呢都不是独立的，都附在大经里面。第一部呢是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好像是在第七回向这一章。第二种是在楞严经第六卷，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第三种是在法华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三部经呢专讲观世音菩萨的，受持一种就可以。三种都能够读一读就更好。然后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功课，念观世音菩萨回向求生净土，功德是一样的，没有分别。这是马来西亚一位同学问的，待业往生只能待旧业，请师父开示，所谓的旧业，业是身口意所造，因贪嗔痴慢疑还没有断，
而在念佛功夫未能扶住烦恼妄想分别执着之前，总免不了会造业。你问得很好啊，这是一般学佛同修都存在的严重问题。啊，我们既然晓得这个问题的存在，每一天都在造业，啊，那么待业往生只待旧业不待新业，往生的前一天所造的都叫旧业，啊，往生那一刹那你的心不造业就能往生，啊，能不能往生呢？最后的一念呢？最后的一念，你的心里头是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绝不夹杂任何一个妄念，这就待业往生。那么你要听了我这个话，哦，这是临命终的事情，那现在造业不要紧啊，到临终的时候我注意到不造业就行了。这个话在逻辑上呢讲得通啊，确实是这样的。可是问题啊，怕你临命终时啊，你要是保不住又造业怎么办呢？因此我们懂得佛菩萨祖师大德教导我们，功夫在平时练习，临命终时好比作战，你平常不训练，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手忙脚乱了，所以我们平时是在用功夫啊，用功夫，既然晓得我们造业是没有间断的，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不造恶业，只造善业，这就好啊！啊，断恶修善啊，好在哪里呢？断恶修善是积福啊，往生的人呢一定要有大福报，我们平时不修福到临命终时还是不能往生，没福嘛啊，所以平常要记住断恶修善是修福，破迷开悟是修慧，复慧双修啊，临终往生就自在了，就不会有障碍了，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知道。所以先第一步把恶业断掉，就像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我们从这下手啊，这个功夫做了若干年，有了成绩了，这个成绩是心定下来了，妄念少了，恶念呢没有了，你就把功夫再向上提升。提升到说只造净业不造染业，
啊，什么叫敬业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恶修善里头啊，加上立相的功夫。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信宗里面所说的三门体空，啊，能够入三门体空呢，这个人修的是静业，啊，心清净，身清净，行清净，你的业也清净，啊，这是必定生净土啊。为什么呢？六道里面都是染业，它不是净业。你既然修净业，六道里头没有受生的地方。受生呢，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是第二步的功夫。必须先从断恶修善下手。这有一位同学问的，他说在今年六月份，他说我的两个媳妇交给我一笔钱来供养佛法僧，因为处理的不够完善，还剩一些钱，现在我的心烦和挂心，不知如何处理，请老法师开示。这个是从中国来的同学。你既然呢发心供养三宝，只要诚心诚意发的心，你的功德就圆满了。那么还剩下一点钱，你看看哪些人有苦难需要钱呢？你帮助他。功德都是一样的，不要起分别执着。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孝敬父母师长。佛在大集经上说，末法时期佛不在世，我们能够孝顺双亲，这个功德跟侍奉佛祖的功德是相等。所以学佛呢，这个孝养父母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到。这是佛菩萨在经论里头啊，常常教导我们。这位同学问的，有人学佛很认真，甚至于还讲经说法，劝别人看破放下，还都讲得不错啊，真的是福慧双修啊。这照理说呢，应该都是有护法龙天保护着，为什么还会着魔？这个事有方法避免吗？你说的这个情形自古以来就有，学佛实在讲是相当不容易的。天台大师讲，天台大师智者大师
他写的那几个字我看过，能说不能行，过之思也。能说又能行呢，是过之薄也。这两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能说自己本身做不到，占多数啊。那么赵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啊，他有魔障啊。我们在慈悲三昧水忏里面，你要悟达过失的造魔障啊，在楞严经里面一开头就看到阿难尊者造魔障啊。想想原因在哪里呢？能说不能行。能说又能行，决定不会着魔。护法神只是从外面保护啊，你里头有心魔啊，这个心魔会勾结外面的魔啊，内外勾结，护法神也没办法。这个事佛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透彻啊，楞严里面讲50种阴谋啊，内外我们要辨别清楚啊。念佛人有一个好处，至心念佛，一心称念，一心就是至心的，决定不会着魔啊。那么一般学佛的同修着魔，我们也见过很多。着魔最主要的原因，喜欢感应，喜欢神通。我遇到过很多啊，我就问他们，是不是对于感应神通很喜欢？这是的，这是着魔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不求感应，不求神通啊，念佛的人老实念。参禅的人老实参，魔就不得其变了。这个道理要懂。这位同学问的，他说他印《金刚经》经文第二品云何印注，是弘一法师手写的啊，弘一法师手写的，说其他经本呢啊是应和云注啊，欧耶大师写的是云和印注。那么可能这个两种啊说法都有根据啊，那么究竟哪一个本子比较
好呢？这个事情，嘉慧能居士用了一生的时间，他老人家专门修《金刚经》，好像是我记得，大概是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用在《金刚经》上，给《金刚经》做了一个校订本。我们过去学《金刚经》，都是依姜维农居士的校正本。往年台中李炳南老居士讲《金刚经》，用这个本子。我过去也曾经讲过，也是用姜老居士这个本子。他根据许许多多的版本，仔细校对。不仅是这一句，里面出入有许许多多地方，这是值得我们做参考的。那么如果你要印呢，既然是弘一大师写的，那你就不能跟动他，你跟动他，这个是错误的，这是弘一大师自己负责任，与我们不相干。那如果我们给姜居士的本子对一对，依照姜居士的本子把它写在旁边更正过来，自己读诵方便可以。如果弘一大师写的跟姜居士的这个校正本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可能相信呢，弘一大师写的是用这个校正本，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都是大佛学家，都是值得我们尊敬敬仰的，我们对他有信心。好，今天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